121万订阅的眼球中央电视台，以幽默风趣的方式播报新闻，深受粉丝们喜爱。但日前视网膜就曾发文透露频道将暂时停播，让不少粉丝感到相当惋惜。也在31日进行最终回的新闻联播，也让直播参与人数高达8000多人，网友们纷纷哭喊舍不得。而在节目的最后，视网膜也坦言观众的心声，他们都有听见，但在深思熟虑之后，依然决定要停更。但他也说，也许未来哪一天他们会有一些突然的更新报道，所以也要粉丝们敬请期待。虽然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但是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未来会不会再相见，谁也说不定。语带保留的态度，也留给粉丝们慢慢的想象空间呐。